旅馆大爆满，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拍板，各县市集中检疫所开放民众申请居家检疫。我们会开放1500到2000间的中央集中检疫场所，供这些国人、海外的国人来使用。检疫所预计释出2000间房，1天2000元，12岁以下不另外收费，8号就开放网路申请。虽然防疫旅馆全台超过16000个房间，台北房数最多，一月中之后订房却几乎已经全满。根据即时公布的房况，放眼望去，可订房数几乎都是零。高雄3000多间房，预订也超过80%。北高宣布订房仅限市民。不过，未来台北渴望增加450间，各县市也有机会至少1至200房。加总后，近期防疫旅馆房间数渴望超过18000。居家检疫的人大概是17000。好，那我们最高峰的时候达到50000多，在春节前后15号之后，可能就陆陆续续会达到一个高峰。那我们现在大概可以做到大概18000，大概可以到超过50000的人可以回来。然而各地方政府不同调，桃园新北不打算寄出限缩令。我们一定会去支援我们离岛需要的防疫需求量。离岛哈，大部分都是在我们桃园的防疫旅馆居住，那因为桃园是国家的大门，那我们不太可能禁止像离岛，那离岛的部分哈，他们是要隔离完结束以后才能飞回离岛。落实一人一户防疫新规范的同时，政府也努力避免旅外民众回国面临无处可住的窘境。三立新闻方博文南京报道。